第一家完成第九戏是跟当三代弟兄家正之在王以宋王南戏名称时期称第一天第一戏白日戏第一家留家以活动猛烂并随第一人的作家日阳把刚鹅当喇叭定地数百年来第一家在累了红布的家嘛创造了优美的唱片，用尽了极多的命令。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这些叠加回望之风采，已成为人们仰慕的记忆。所幸的是，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现在还拥有800多张前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光之间叠加老唱片。而且应感谢新加坡党团党等海外叠加人士，使伊人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将真心收藏的叠加老唱片悉数捐赠给乡，正使我辈得以借助新多的音音技术，奉献到当年的名家风韵，对伊当起始的价值风貌，这实在是叠加艺术之极大幸事。记者望从叠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场街800多张叠加老唱片单夺其精华，本为四辑出版。作为近几年市委双团部起步名牌，到长期开店街纸箱票房的全面特殊活动单，经典落特内容之际，希望对弘扬叠山优秀传统文化，做出叠加艺术水平有所必要。支持叠加老唱片的整理出版，得到了东国移动山头分公司的大力支持，得此名。
今已经无够，快回回复福灵吧。
两斤，听到何处就当负担，此后将罗纱出来，中美但是你可仔细退来，我在thank you.
今日天南回回，能还我何为说我？谢人共天当耍官劫财时时，最该王事。荒漠两极十九里无阳之功，莫开恩下注诶。你将是在阿记住，是宋老爷害你，你早就斩草得根了。不错，你将再到记住是我子，你放了他性命吗？哎，王法无情，杀害三命，你来主还。中美待迎接。